老师在授课时想要设定图书、影片或网络资源，作为同学们修课必读或参考书目吗？快来使用图书馆提供的课程阅读清单服务，整合本馆馆藏于网络资源，支援教师教学。此服务与 NTU 库借接，教师可于 NTU 库课程中建立设定，先从工具列设定显示 Legato， 将 Legato 选项拖曳至上方后储存 Legato， 将显示于左侧栏可点选，接着点选建立课程与清单，选择新增物件加入参考资源，可透过图书馆搜寻功能查询图书馆馆藏，并将所查到资源快速加入阅读清单中。完成设定后点选图书馆查核，该清单将交由图书馆处理，系统提供 Cited， 可设定于浏览器工具列上，新增各式网络资源只要一键加入即可。课程阅读清单支援教学快速便捷，更多详细说明请参考服务网页或洽询学科馆员。